阿凡提，快去杯水。。阿凡提，快去打柴。是。阿凡提，买油。是。阿凡提，背水。是。阿凡提，打柴。是。买油，背水，打柴。小白兔真机灵啊，哎，就让他帮我做件事儿吧。阿凡提。伯克老爷，您请吩咐。我要去做客。是。我回来以前。是。把院子统统浇湿。是。记住。是。不许用水。是。也不能让太阳晒干了。是。办不好。是。扣你半年工钱。是。嗯，太好了，这倒是挺公道。把大门守好，别让贼偷了。老爷，哎，这您放心，哎，请放心好了。伯克老爷，哎，您
叫我吗？我叫你，叫你把门收好。哎呀，您瞧，我连上街都扛着它，这不是守得好好的吗？这满院子的油，油。这可是遵照您的吩咐把院子浇湿的呀。可谁叫你用油？这个嘛，您自己说的呀，不许用水。还有，又不能让太阳晒干了。现在不是全办到了吗？啊！给我滚，滚！照我说，一定得要惩罚他。对对啊，给他点厉害。这小子穷的分文没有，怎么罚他呀？是啊，哎，有了，什么？咱们呢？可不得了了，世界末日到了，你的羊活不到明天了，给你来一刀。真主啊，还不如把它吃了，和我们一块儿进天堂。对，免得糟蹋掉这一身肥肉啊。我这羊可真走运呐，能和老爷们一块儿进天堂了。听说你还有只兔子。干脆也和我们一块儿进天堂，你说怎么样？对，进这个天堂。可惜啊，他没有这个福分。他到村子里头给乡亲们送信儿去了。送信儿？是啊，给乡亲们报告世界末日的消息啊。好了，我们先去洗个澡。你烤羊肉，煮羊汤。吃饱羊肉，喝羊汤，干干净净上天堂。好香啊！啊，香香！哎呀，多好的羊肉啊！熟了啊！哦啊！衣服呢？衣服呢？衣服呢？啊，我的羊啊，你快升天堂吧！阿凡提，我们衣服呢？衣服用火烧了啊！你敢烧我们衣服？啊，哎，既然世界末日到了，我的肥羊都不要了，你们还要外衣干什么呢？啊！这样一来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到时候在小白兔身上做做文章了。阿凡提，你烧了三个蚂蚁的衣服，依法要坐三个月牢。哈哈，本来咱们是要在天堂里见面的，没想到在这儿。
啊，既然世界末日没到，我就是坐上三个月牢也高兴。哎，好吧，我先给家里送个信儿，行不行啊？啊？哎，仙兔仙兔，回去告诉萨伊特老爹，就说我要坐牢了，让他给我做点抓饭，打几个烤包子，煮点羊肉，再热一壶奶茶给我送来。啊，快去吧，快去。啊，兔子送信儿。嗯，阿凡提，你胆敢戏弄公堂！来人呐！波克大人，波克大人，波克大人，兔子送信儿来，说阿凡提让我带点儿吃的来，喏。啊！咱们把这仙兔弄过来的。对，阿凡提，你不必坐牢了，拿那只兔子来抵罪吧。哎，这可不成，我情愿坐三年牢，也不愿用我的仙兔抵罪。那我判你坐十年牢。十年？我说阿凡提，你就答应了吧。那好吧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嗯，什么事儿？本来要让兔子到沙车去给我的亲戚送信儿，可是仙兔归你了，我只好自己去了，所以你得给我开一张通行文书。这好办，这好办。给。哎，仙兔归了你，害得我要跑那么多路啊。别动。别动，波克大人，阿克木大人前来巡查，马上就到。大人来了。来的正是时候。仙兔仙兔啊，快去告诉我老婆，在客厅里摆上宴席，要有烤羊肉、抓饭、肉馅包子、奶酪，还有葡萄和哈密瓜。仙兔送信儿，就说我要请阿克木大人做客，啊！下略备饭茶给大人接风。大人，请，请。哎，叫你准备的饭茶呢？啊，什么饭茶？仙兔没来送信啊。仙兔，你昏了头了，哪来的仙兔？大人恕罪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该死该死该死。啊！哎，
来人呐，给我抓阿凡提！走，是啊。没有啊。再见了，伯克大人。伯克目无国法，戏弄长官，予以撤职。司令。人人都叫我阿凡提，那塞尔的阿凡提，生来就是个倔脾气，倔呀倔脾气，骑上小毛驴，我造呀造四方，从南跑到北，从东跑到西，从东跑到西。从南跑到北，从东跑到西，从东跑到西。